继续是咱听友关清汉，伊要问老师的问题是：伫三月份到四月份采收甘蔗的时阵，因为有拄着吼，即落雨，然后佫开始吼看，伊毋是这个不是番茄，我讲错了吼，这是朝天椒，对不起。伊讲伊采收的过程刚好拄着落雨，然后佫看到即朝天椒呢，开始慢慢一直打起，毋知讲这是甚物病，包括吼爱用甚物款的药剂。这个弱人啊，弱人这种，这个反正呢，这些就开始温度高哈、啊。那么啊，你也知影吼、啊，伊唔是适合这个夏天的这种啊，这作物嘛哈、啊。你也这大家拢了解着哈、啊，就是伊也是稍微有一点温度的时阵呢，吼，那有可能，吼，可能呢，啊，伊就一挂之类病害，吼，包括原地，吼，原地病讲你有得，啊，这种叫做原疫病，吼，那么啊，伊也是有呢，可能就不会传染，温度高的时阵伊袂传染，吼，它不会传染，但是呢，啊，伊一段之类时间，吼，并讲湿度个高，个压起来，啊，但是啊，伊的紧紧，吼，就会。啊，这个问题呢就会比较多哈、啊。那么咱好比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讲，伊三四月啊迄阵，吼，这辣椒啦，吼，这礼拜的时阵拄到这个落雨，那么这朝天椒开始有诶慢慢的打起吼、啊。这一般来讲呢，啊，基本上吼、啊，你啊看买者伊那是伊个愈开始就叫滚水烫着即转吼，伊、啊、比这做大吼拢、啊、较大，有诶讲是这个炭疽病吼、啊，这有可能吼。啊那么，但是呢，啊，真侪冇可能是这个疫病吼，并讲你咧暴雨车呢，这基本上拢是这个啊，拢是这个疫病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有炭疽病，有炭疽，啊，冇这疫病，尤其落雨的时阵，最主要是这个疫病吼、哦，所以你平常会当用这个啊，这个亚磷酸吼、哦，这种物件个罐头啦吼、哦，去诱导伊啊，产生这个抗病性吼、哦，但是呢，啊，拄到落雨天，你还是要去喷一下啊。落雨前吼，即落雨前后吼，即啊，尤其伊这种吼，过那钓钓的时阵呢，即、这个樟头这只只啊，伊真容易钓即个疫病吼，所以即爱小心吼。啊，咱即个疫病来个看起来吼，就是讲伊真高温潮湿的时阵，就真容易来个即产生伫樟头、伫个管顶。啊，伊都开始，尤其伫个是管顶呢，伊会像叫滚水烫着安尼，伊个那是。那是许吼，足紧，阿伊的啊，也扩大。那是湿度足高的时阵，又白色啊，生菇生菇一种物件吼。啊，那螃蟹呢，伊就怎剥起哦？螃蟹啊，伊也袂嫩嫩啦吼，但是伊怎剥起安尼吼？这啊，樟头的这个所在也溜皮溜皮哦，这要小心这死樟哦，所以啊，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这防范。那么，伫落雨过一个就是这个炭疽病，炭疽病伊通常也做大吼，伊也是啊，这个会耐累吼，爱一大爱。碳酸碳酸，所以有当时也看到乌色乌色这款的一个啊，有啊湿度高的时阵会昏暗昏暗哦，啊那是有乌度乌度，但是这两种吼啊，真济拢是做回来吼，并讲那是雨水足济，是雨水较济吼，这通常是这个疫病较严重，啊那雨水较少，淡湿这种的碳酸较严重。但是常常两种拢做回有吼，所以不啊拢是希望讲好朋友啊，伫这方面咧防治的时阵会当。会当做伙吼，啊，因为药啊本来就会当用同款的吼，啊，所以你会当即个，比如讲啊，有的人见面啊，就反正不管了，先杀再说，佛比巴克的要甲结落啊。我是建议讲啊，你会当从即个吼啊，小调整一下，不一定得佛比巴克啦吼，比如讲你用即个亚托民啊，那么即咱咧用的即大概这个也不会有什么。太难的，这个药原来是有效啊，胃肝无啊多吼啊，伊一定爱伊一下就要甲对哦对，所以要用百克明哦。但是就是讲，无论佛比巴克也好，还是讲百克明也好，其实这个都很有效啊，真的都很有效啊，这不是无效啊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这个胃肝啊，都转好开要紧，其实不是干那有效啦，而是讲你见面的这个药啊吼，因为这物件就是预防最重要。所以咱来首先先红底哦，好势。那么达美芬啦、啊、亚托民啦、啊、赛唑镁啦、普巴克啦、啊、曼普安啦、啊，吼。那么这个有呢，拢有话讲，啊，都有效就好啊。介绍较侪支，你若是一直加抓吼，比如讲你见面拢百克面吼，两边三边就下课啊，就无啥效啊。你就连工你就找无药啊，通去抓吼。所以
啊，咱是希望讲各位朋友哦，你咧用的时阵咧，啊，稍注意一下哈。那么伫这方面咧，这个用药哈，稍微注意一下下，无啥要紧啦哈。这啊，其实它啊，伫这个管理上哈，在管理上咧。啊，可能就是爱注意轮流用药啊，这药啊真济啊，为什么药啊真济？因为呢，啊，这病害嘛真严重哈，啊，因为病害严重啊，所以呢，真济这个啊，大家拢会去拄着同款这个困扰哦，所以呢，啊，咱那些使的配合哈，正讲啊，这药、个、啊小轮流来用安尼哈，这个大概哦，也当安尼来改这做处理啊。伫你咧转药啊时阵，你当个染一点啊细片哈、哦，这个。脓细胞哈，这种物件呢，啊，伊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保护作用哦。这延长，比如讲我即马抓落，啊，隔几工啊，连咪要搁落雨啊，你会讲啊，惨啊惨啊，啊，无要紧，咱即马甲抓落，啊，染四片落去，啊，隔几工啊落雨，落雨伊个四片会流，伊就雨若卖足窄个安尼吼，伊会顺伊个叶安尼流落去脏卡，啊，连脏卡嘛顾会着啊，脏头嘛顾会着，啊，这都有这个好处，所以。啊，真侪好朋友真爱用这种物件，这个原因，哎，感觉效果袂歹吼。啊，你你慢的时阵哦，并讲也当延长这个保护的这个时间哦，这个效果真的还可以哦。这提供我咱注意，好朋友呢，啊，你需要做一些参考哦。这大概是安尼这情形哦，这大概和咱听众朋友呢啊，需要做一些了解哦。嗯，来63386016338601，这是可以专线。欢迎咱乡亲吼，多加的利用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听友吼，听友我们的张明贤哦，张明贤问老师的问题是有关吼，伊进前问老师嘛吼，有关这山地，伊讲这地呢，就是要做地用的山地，就是可能就是茶吧吼，茶叶吧。那伊讲吼，土边土上吼，土上的这个。国杀草浸在油桶，那是用油缸来喷草，甘会死。啊，嘛有人用，也有人吼、哦、茶灌奶粉。啊，山茶，我想茶甘会当灌有灵魂。嗯，这种灌有灵魂吼，其实第一听到吼，这个也没有那个啦吼，这不一定啊。就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去用哦，就当时还是一个这个噱头。你也讲有法规，他来管啊，这也不啊无意见哦。就讲，那么直接把这灵魂啊，这水拉拉的给灌落哦。这个呢，那他灌山应该是无啥要紧哈，因为呢，灌山以土壤线虫的这个又较无遐严重啊。你啊像咱青山啊这哦，足侪就山虫死哦，因为。尤其个磷粉，伊那是无脱脂鬼一种诶吼，所以磷青粉要可以磷粉吼，真正的奶粉其实伊个脂肪相对好侪时阵，会加重迄、那个土壤诶一个吼、哦，算土壤线虫诶一个危害吼、哦，所以你一定爱少来改即、這个少来改即注意着吼、哦，所以即伫遮啊，互咱好朋友吼、哦，是少做者了解着吼、哦，你一定爱小心哈。哦啊，这不是讲未使，啊，但是你若话发过，或发过，这目的就是讲伊迄个叫呢，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因为伊发过吼，所以呢，伊个脂肪有被分解，有分解了，伊就较无要紧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里家伙然后朋友吼，小做姐姐参考着吼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基本上吼，基本上是安尼吼，这个物件呢，就是讲。啊，你爱小啊小注意者哈、哦，这看起来好像很好哈，那、哦、听起来钻噱头了了，啊，实际上爱发酵哈、哦，你若发干过呢，啊，不要紧哈、哦，有发干过不要紧哦，啊，那是无发呢，啊，比较硬哈、哦，其实是很不好的啦哈、哦，就是讲啊，伊这对底咱咧用的时阵呢，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好、哦，所以我是无建议哈，无、哦、建议去灌这个牛磷粉啊。哦那么有的人讲啊，这地下许都足好个啊，吼，是迄个稻壳对吧？但是啊，真侪人就计较吼，就去甲伊啊，去甲伊用迄种稻啊吼，去甲拍碎吼，唔是稻壳吼，唔是稻壳，稻壳已经刻过油啊，你来下不要紧。啊，你用纯粹用稻啊去甲拍碎，其实不好啊。啊，这种呢，你爱怎啊？有的人讲啊，人在咧下土豆，人嘛是土豆壳啊，伊嘛唔是全部是这个。
土豆，啊，有一种是这个土豆，伊算挂壳的，啊，佮有挂一点点啊土豆仁，哦，这种伊个仁就足少，伊个是壳较济。哦，啊，这种呢，你下这个不要紧，因为有诶是用土豆壳咧砍草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也当增加土壤诶，这有机质，吼、哦，这种物件嘛是袂歹。啊，但是有时啊，伫山顶吼，这真侪，这会砍一袂砍一，得爱看你诶一个，这个环境有诶所在足惊，你根本袂用着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情况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用这个固沙草，吼、哦，这个伫。泡伫药啊汤，要用油讲的来喷草，敢会死吼？这一定会死的，他袂死吼。但是就是讲，咱一般咧使用的时阵呐吼，就是讲啊，你油讲吼，这尤其这是固沙草吼，固沙草。那么这种物件来你咧用咧，我是个人是认为啦吼，就是讲。啊，一定爱小来介，注意到吼，迄条讲呢，你是唔是有通去洗清洁，还是讲你有单独，你有固定的吼，你有固定的一个，啊，你有固定的一个，即个有咧用啦，后边讲这条就是草药啊，这条就是咧转药啊，吼，即洗是因为草你啊有讲的时阵，你迄药啊讲真长嘛，所以即洗足重要吼，即一定爱洗好清洁吼，所以要喷草呢，即通常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吼，即。啊，这大概是安尼吼。那么，咱咧用这种这个固沙草的时阵吼，通常啊，伊这是还是吼，这啊，伊嘛是爱好有一点点啊，有吼，算能够让它有一点点吸收。虽然你是接触性的这个杀草剂啦吼。那么，所以呢，伊通常啊，那是有呢，伊咧用的时阵，你爱注意着吼，注意着伊的一个这个环境吼，因为这个。一个杀草剂吼，咱先卖讲这杀草剂有效无效啦。就是讲以固沙草来讲，伊主要会受到这个湿度、温度甲着照光吼。比如讲光线呐是好的时阵吼，那么伊真容易吼，这个做物理的蒸散作用较强，蒸散作用较强，伊这固沙草的这药效会较容易来解发挥。所以 OMT 的转效果较无同遐尼好啊。啊，搁一个是这湿度，比如讲。啊，天气呢较干燥，啊，这部分呢，伊会把气孔关闭，哈、哦，这通常伊就减少这个蒸散作用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伊个叶啊、球球啊是安怎，吼、哦，这草啊拢会安尼嘛，吼、哦，这部拢会安尼，所以伊固沙草较无容易吸收，这效果就较无通遐尼好，哈、哦。那么空气呢较干湿，叶啊表面有一安尼湿湿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个啊，伊这个有拍开，吼、哦，气孔有拍开，所以这药效就足好，所以啊，较早咧全巴拉瓜就是上好是安怎，十点遐透中。倒热热来转固沙草倒冰哦，固沙草上好是会当留啊较软一小块，算留啊早日早日，卖伤大，因为你日强虽然效果好，但是啊，伊有当时啊迄阵哦伤过头啊打湿吼，这水打了伤过头紧，这对着伊草药啊一个这个啊吸收较无遐尼好吼，啊过来就是讲温度较低的时阵呢啊，伊的这个效果无好吼，这大概弄这几种的一个。啊，即个伫咱咧应用诶，即当中吼、哦，伊啊相关诶，即个啊，即个差别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即个物件，所以你讲这个泡大啊，有讲来抓草干会死啊，我相信应该是会死吼、哦，即无去着讲安尼就未死啦，只是讲啊，你用诶一个即、这个啊，你到底是要用偌济一个即个倍数吼、哦，正常咱咧用呢，差不多就是。啊，这个百五杯吼，百五杯就是讲你迄四粒吧吼，你那是啊，这个个大桶的吼，这大桶的吼，这啊，这应该是四粒吼，四粒呢，这个容量吼，啊，这三粒啊，四粒，这应该是哦，这五粒的哦，这个较大卡哦，这五粒的。那么五粒呢，咱来用百五杯吼，这有的人可能五百杯嘛吼，嘛咧用啦吼，不一定就是。啊，不一定就是这个百五倍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款就是看你用的一个稀释的一个倍数，吼、哦，有的人用到八十倍，吼、哦，这市面上真济，吼、哦，用到八十倍，啊，你看你是安怎的一个倍数，你来用，啊，有的用到百五倍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就差一倍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比如讲以八十倍咧用，吼、哦，比如讲以你即马摕到这个，吼、哦，可能啊，伊拢会建议他要拿。那农药行拢差不多建议你一桶差不多400-500 吼，差不多800-100就咧用啊吼。那么你甲男子叔叔那就熟，这
效果应该比较好的哈、哦，这大概是这款的这处理方式哈、哦。那么，给你做参考了哈、哦，这背诵就重要哈、哦，嗯。